滑倒，哎，去撞到卡穿。这个哎，我们去台医师来讲解。哦，小空，你的台语真的很吓人。常常碰到髋关节有问题的患者，所以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哦。 以暗时跋倒去蹬掉卡撑。我太太哦，其实从1年多以前就开始陆陆续续说，她觉得就是髋关节这边有点疼痛。她这个除了痛之外，她连打开腿都有障碍啊。这样子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应该要做的事情啊。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头是一个圆的，对，好，那这个是一个像碗的结构。那这个球放在碗里面其实是不太容易掉出去的。 除非我们做很大，就是比如说车祸受伤或是高处跌落，它才会脱臼。那一脱臼就往外一扯，或者往前一扯，或者往下一扯，就把血管会扯坏掉，对，它就容易产生缺血性的坏死。这里用的血流来自于哪里？我们只有来自于这2条小小的动脉而已哦。所以你一旦一受伤哦，扯到这个附近哦，你这边血流都可能受损。它的髋关节已经卡住了，所以它没有办法往前跨的时候会卡在地上，所以它只好把这个腿往前拉。 往前拉过来这边，哇，还会这样，我觉得应该很严重了吧？对，有的人是这样子，害我想配乐了，秒温，秒温。这样压的时候，发现左边只能卡在这里，下不去，左边的脚下不去，就这个脚就会有问题。有些人他说我2边都做得到，就是屁股翘起来，他用腰来代替髋关节的旋转。我们要做一种运动去强化我们的肌力。 让我们臀部变大，我们称为大臀三运动。哎，听感觉臀部变大，我们好像没有很有兴趣。不是吗？臀部要变大可以？千万不要误会，这是变大，是变翘变凸。哦，好的，可以。你的髋关节打开45度，然后往上抬 ，hold 住10秒钟，1、2、3、4、7、8、9。怎么还没有跳？还是这样？蹦一下。 髋关节就这个地方就断掉了。哇！在急诊室我一看到他，我就吓到，怎么会这么严重？他只是跌倒哎，结果他复健了半年哦，结果他本来60几岁，现在看起来像80几岁。比较担心的是，很多人喜欢坐得很矮做事情，髋关节会一直保持长时间的压力。我有个阿嬷在那个西螺的那果菜市场，然后她来开刀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她要可以继续蹲着卖菜。45、46、47、48、49、50，好。好，小柯，来，对，对，这是远离，对，所以小柯的这里是前屈。那第3个就是让你坐着的时候要弯腰去穿袜子，会发现哎奇怪腰下不去，你会觉得啊是腰的问题，发现我的属膝部不舒服，或者屁股会痛，而不是腰痛，这个时候就要小心。哎，我觉得小柯演的好好哦，所以他是真的有问题啊，他是真的有问题。 凯云陪你守护全家再升级，你身体好不好，老不老？哎，有一个部位是重点决定了。来，这个词我们请小抠来帮我们念一下。一按西巴豆，哎，去撞到卡穿。这个哎，我们请台医师来讲解。哦，小抠，你的台语真的很吓人。我要谢谢。好，因为我们其实常常碰到髋关节有问题的患者，所以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哦。 以暗时跋倒去蹬掉卡撑，哎，蹬掉卡撑，这下不得了了。大家觉得说，哎，我们这又不是每周教台语的节目，可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来跟大家讲呢？真的很多人蹬掉卡撑，大家可能觉得哦，凯云怎么有点没气质在讲卡撑？不是哦，原来这在医学上是很有学问的。来，说文解字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是我们的脚。那所谓撑呢，其实原来在医学上啊，它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大转子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腿的跟腱骨的那个部位。好，那所以也就是我们平常比较知道的髋关节这个部位，如果稳固的话，你全身上下都没有问题，也不容易显得老。但如果在这个部位，也有人说它是所谓电动马达的部位，有问题的话呢，很多疾病、很多的问题慢慢都会出现了。所以我们有什么 怎么样的方法可以保养，让你不会因此变老，而且更健康呢？今天有很多很棒的方式。我们今天到的来宾包括了复健科的潘建礼医师，大家好，我是潘建礼；基隆长庚江坤勋医师，各位大家好；还有彰基骨科的王伟勋医师，大家好；好，也是我们的小熊维尼医师哦。再来是医药记者洪素卿，大家好；还有小抠，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电动马达，如果没有保养好、死当的话，还真是不得了，还连。 日剧当中，伊龙，大家想伊龙多么厉害的心脏外科医生，是不是出神入化的手术，还可以帮你心脏大的缝成小的，但是他都救不了这个病，叫什么呢？叫做他是髋关节的股头坏死。大家知道其实觉得很怪，因为以前都觉得那种髋关节有毛病好像老年人的专利， 对不对？可是坂口宪二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才40多岁，那40多岁的人一开始是觉得说，哎，奇怪，这个港边啊。 港边有点痛，开始酸痛，然后后来发现越来越痛，是痛到不能走路。它严重到是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一龙总共拍了4季，对，他为什么没有把它拍第5季？因为他痛得太严重，他后来行走都有问题，连一龙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你看他走路是真的得必要撑着拐杖哎，不过偏偏我们这个部位哎这么重要，而且最近有个舞非常的夯，没错，就是韩国的骨盆舞。那因为韩国的骨盆舞其实它的舞姿非常的性感，然后台湾很多的艺人都组队去跳这个舞蹈，我们叫骨盆舞，其实都着重于腰部跟臀部的那个律动，所以呢，大家跳起来就觉得哇，怎么可以那么性感破表？我觉得江毅是完全目不转睛了，对，而且都没有在听我说话的感觉，对，因为夏雨欣啊，然后在观察他们有没有髋关节退化。对，然后你知道他们这个舞蹈呢，一上传到他们自己的粉丝专页的时候呢，才不到几天。 就99万人去看，非常非常的夯。所以小蔻，你说你真的跳过这样的舞吗？这么的撩人，然后刚这样臀部，我真的是电动马达。对，但是因为我很怕我跳上去之后，跳完之后，然后po到我的粉丝专页呢，可能大家都是退团，退了我的粉丝团，因为你知道我跳起来的感觉就是很像那个。 很痛有没有？大家都说你腰有事吗？腰有事吗？因为他又性感不起来，你知道吗？他们跳起来就是很性感。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跳骨盆舞你没有跳好的话，可能你这个地方髋关节的地方会受伤。我不能跳，我还是很想让我的身体的线条很漂亮。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有一阵子很风靡呢，想要锻炼我的腹肌。对。那一开始其实我是选错运动的方式，然后呢，我就是拿了一台就是可以。 训练我腹肌的一台机器，然后人也是要趴在上面的。然后因为我发现，就是我第一天做的时候就觉得，哎，效果感觉还不错。但是我到了第2天，我发现不是我的腹部在疼痛，因为你腹部酸痛不是就是肌肉在养成嘛？我发现不是前面，是我的背。 下背部，然后我就越做越痛，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做下一个动作。然后久了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就走路有点不太舒服。然后我就去看中医，请中医师呢去帮我去调一下我这边是不是脊椎有问题。那当时呢，他跟我讲我哪里受伤，其实我也记不得了，我只觉得我的咔蹭就是不舒服。结果这样多久？ 这样子大概维持了半年的时间，很久，因为我就慢慢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就弄到。哎，小蔻，你真的要注意，尤其你刚结婚。对，我跟你讲，为了你另外一半的幸福，你一定要去看医生的。是，因为我不是危言耸听，之前有个医生跟我说，他遇到一对夫妻来看诊，那个理由非常的奇特，因为是先生跟拖着太太来看诊，说医生你一定要赶快把他治好。他说他怎么？他说我太太哦，其实从1年多以前就开始陆续说，他觉得就是髋关节这边有点疼痛。那一开始也是吃一些消炎止痛药，偶尔也有去做复健，但是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就不去了。然后呢，可是最近一阵子就越来越严重。然后他说：“医生，我不好意思跟你讲，是因为他这个除了痛之外，他连打开腿都有障碍啊，这样子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应该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太太就不治疗，我就没有幸福，所以我一定要他来做。后来医生才发现，哎，很妙，我们都只知道以前王建民投球有什么关节唇破裂，对不对？他就说太太原来是髋关节的关节唇破裂，我想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啊，还能髋关节唇破裂，然后导致就是半年都没有办法做爱做的事。哎，怎么会这样啊？这蛮严重。这个其实关节唇哦，就是我们可以用嘴唇来形容，就是说。 我们的髋关节是一颗球在套子里面，那这个球呢，我们比喻这个套子就是像我们嘴巴，沿着这个套子的边缘有一个像嘴唇一样的软骨，我们想象把拳头塞到嘴巴里面去，那在动的时候如果用力过当的话，会把嘴唇弄破，会，所以就是嘴唇就会破掉，所以投球的选手是甩的时候挤破了，可是髋关节唇有人跳，或者折。 或者甩或者撞击的时候，然后他腿没有办法打开，然后连夫妻生活都会受影响，这么严重。大家想看，如果你的嘴唇这边有个裂痕，你要这个球在里面要动的时候，就会这个裂痕就会裂开来，就会不舒服。对，所以它其实不是故意，它不打开，是不能打开。所以你看，这影响层面多广，年轻的、年纪大的。爸爸就是这样哈。年纪大了，这真的又要注意。我跟你讲，我父亲就是血淋淋的例子。有一次，他就闲在家里啊，就是电灯坏了，他也不等人回来修，觉得、就是哎，我还行嘛，然后就自己拿那个椅架子那一种，有没有就上去修电灯？一修不小心就跌倒了。我跟你讲，老人家真的跌倒，真的就很麻烦。对，他跌倒的当下，他应该自己就只知道有点痛，但是可能也觉得还好吧，还好吧，因为年轻时也不是没跌过。后来就发现真的不得了，会痛啊！当然一开始也开始止痛药啊什么，然后去给人家看。就他陆续去看呢，其实医生后来看过 X 光片之后，也跟他说，你这个大概不可复原了。反正有阵就跟他说，你干脆做手术。可是老人家听到髋关节要做手术，那还得了？因为他隔壁、隔壁本来也要行去开关节都没。要给，所以都会给啊！如果买来跟买的买，知道？所以就到处，我最远还到过高雄，我们住基隆，对不对？对，还去过高雄给人家什么整复啊，干嘛弄弄，搞半天，最后终于真的就想说，后来真的几乎都坐在家里不能动啊，操场上再也看不到红贝贝的身影啊，后来就真的不行，后来再赶快去换了髋关节，做了髋关节，他去年做了髋关节的置换手术，现在就是说没有以前走的那么好，但是拿着一个像我们刚才坂口宪二的那个。煮个果酱就可以顺利自己走，可以自己出去慢慢的晃这样子。那以后看复健能不能走得更好这样。所以真的老人家一跌倒，如果髋关节有问题，真的不要拖到后来，你看也痛了这么久。就最重要，这期间并没有帮你赚来什么，赚得多痛了1年多。对，所以老人家很麻烦的就是非常会忍。然后不只是这个马达烧坏之外，你自己是复健科医师，结果你也是病患。是因为我本身有做瑜伽的习惯哦。对，那有一次呢，就是说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当时可能比较劳累。那我那时候做的是鸽式，大家知道鸽式其实要把髋关节折到一个比较极致的情况下，然后身体去往下压。对。那当时其实没有意识到说去拿捏，结果就发现哎，好像骨头跑出来。那就觉得自己受伤了。其实将来如果大家有在做瑜伽的习惯的时候呢，把握一个心法，就是说做到紧。但是不要做到痛。我想2位教授也了解说，当我们的组织有紧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张力达到比较高的情况，对身体还是没有什么伤害。但是一旦痛的时候，就表示有组织受损了。这时候就该踩刹车。那你那时候觉得髋关节受伤是什么感觉？是一阵痛还是什么感觉啊？通常会觉得好像闪到，有人会觉得闪到屁股，就不会马上痛。它不会马上痛，通常是2、3天之后，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髋关节之所以为什么大家听到闻髋色变，就说啊。我的髋关节中奖了，大家会觉得很恐怖。就是以前的观念，传统上大家觉得说髋关节不是开药就是开刀，没有什么选择。那待会我想有机会我跟大家解释，现在的情况就是在开刀跟开药中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选项。那回过刚才我们的话题，就是说一个髋关节有问题的人呢，如果说你在做任何的运动的时候，他其实因为血流不好，所以他其实恢复没有那么快。所以刚才王教授提到，就是说他其实受伤之后也没那么快痛。那受伤之后也没那么快好，所以就造成一个慢性的问题，慢慢发展。以前我们常常在讲膝关节，髋关节很少人讲，可是很奇怪，事实上你承接你上半身跟下半身的是什么关节？是你的髋关节。我们都其实你知道吗？你在走路的时候，你知道髋关节承受的重量有多少倍吗？有体重有多少倍吗？有3到5倍。你爬楼梯的时候，它有6到8倍。所以它当然很容易受伤啊！当然，如果你不当的使用或使用过度，像现在人喜欢慢跑，不然就登山嘛。很多人登山还要背一个大重物，常常登山人久了会不会受伤？会。还有另外就是很多人很奇怪哦，他只要不小心一跌倒，也许没有骨折，可是久了之后，哎，可能一阵子之后，他开始髋节会痛。为什么？原因就是告诉各位就是这样子哦。你看啊，我们髋关节在这边，这个是大腿骨的地方嘛，它伸出去的地方有个叫做那个大腿骨的这个叫股骨的肌，这个我们叫脖子的部分。前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潘医师讲的一个圆形的部分，它就是它卡到你髋节腔里面去的。但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哦，只要这地方的血流来自于哪里？我们只有来自于这2条小的动脉而已哦。它说动脉从这边这样分出来，然后往上这样子分，前后各1条。但是你晓得吗？这边是非常非常的细。所以你一旦一受伤哦，扯到这个附近哦，你这边血流都可能受损哦。可是不只是受伤了，像有些人喜欢喝酒或抽烟，这边血流也会受影响，所以骨头就很容易坏掉。这边一旦坏掉，就只能够整个换掉。因为它血流不足的关系，对，所以就是它血流对，但那个血流只要稍微被碰撞到，那因为它血流很细，所以只要稍微一受伤，就会产生那个股的那个头部这个圆形这个地方，就是卡到关键的地方，就可能会受损。因为我们之前有个病人哦，他很奇怪，他是一个那个板模的工人哦，对，他只是跌倒撞到而已。那时候来我们医院照的时候，只是微微有点脱臼，可能撞得蛮厉害。那时候我们在急诊室就把他拉回去了。拉回去之后想说这个脱臼可能大概2、3个礼拜就比较不会痛，就他痛了快3个月，痛都没有好。后来再跑到骨科再看一次的时候，再照一张 X 光，他的这个头这个地方就整个坏死掉了，最后变成必须要换人工关节才能解决掉。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啊，他才30几岁，怎么会这样子？对，后来我们才知道说，第一个他有喝酒，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本来就不太好；第二个是那一次的受伤有影响到他这边的血流，造成他后来几个月之后就整个坏死掉。所以这个骨头这个地方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上天设计还没有很好了。 所以以后再隔几代的人哦，也许这个地方的血流再丰富一点哦，以后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坏了啦。那有一个统计哦，我们大概每周喝酒大概400 CC 的酒精，它大概会增加3.6倍的这个缺血性坏死的机会。如果一周喝超过1000 CC， 大概会增加大概7.9倍。400 CC 蛮少的，对呀，酒精是纯酒，纯酒，哎，纯酒精。然后如果是我们抽烟的话，会增加哈。 大概增加3.6倍的这个缺血性坏死的机会。那刚刚江主任提到那个工人哦，大概我们常碰到这样的病人，他说我没有很少喝酒啊，我说喝多少？他说喝1杯，我说这1杯而已啊。他说对啊，是我说哪一种酒？他说啊就高粱啊，他说以前都喝1罐啊，最近有比较少了。啊还有就是抽烟，说抽多少？他说不多啊，很少啊，1包而已，1天1包。哦，那刚刚讲的3.6倍是1年之内21包。 他1天1包就已经超过那个21包量，所以他的机会就产生缺血性坏死的机会就更高。而且我们以前在骨科帮那个人家在换关节的时候，大家都以为都是老人，其实并不是哦，有很多是年轻人。为什么？还有除了刚才那个王医师讲的那些抽烟喝酒之外，还有很多人是用类固醇，一样用类固醇，这个血管也会受伤。所以才说这里其实虽然这么重要，但是它其实很脆弱了，对，非常非常脆弱。 那我们有讲到这个关节，其实设计的哦，在我们身体里面算是比较好、比较不容易脱臼的关节，因为它是一个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头是一个圆的，对，好，那这个是一个像碗的结构，那这个球放在碗里面其实是不太容易掉出去的，除非我们做很大，就是比如说车祸受伤或是高处跌落，它才会脱臼。那一脱臼就往外一扯，或者往前一扯，或者往下一扯，就把血管会扯坏掉，它就容易产生缺血性的坏死。那统计上，如果是因为受伤这个头骨折了，大概50%会产生缺血性坏死。如果是断这边，大概20%到30%。啊，如果是脱臼出去，大概至少会增加10%以上啊。所以还有它跟脱臼出去之后卡的时间，卡得越久越容易产生坏死。对，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其实我们平常骨折如果断这边，大家都是骨折骨钉打回去就好了。对。可是如果是断这边或是这边受伤了，骨钉打回去也常常都不会长。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它血流都坏掉了，就打回去也没有用了。所以在潘医师的诊间，其实大家只要一进来，你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状况，他们会呈现什么样的步态嘛？那我常常跟我的患者讲说，髋关节其实是默默的资助者。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楼上缺钱的跟楼下借。 楼下缺钱跟楼上借，就是当你膝关节有问题的时候，你会跟髋关节借力量；腰痛的时候，你会跟髋关节借力量。可是髋关节永远都是那个默默承受的人。所以呢，有时候他的髋关节的受伤，并不是跟外伤有关系，可是因为你本来腰有问题，膝盖有问题，慢慢连髋关节都有问题。那有髋关节的问题的人走进来，其实步态上是跟人家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分析从3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有问题的那只脚，它承重的时间会变少，所以它会这只脚不太敢踩，会痛，所以就是。 就赶快过来啊！踩一下，赶快过去，有点像拖着脚走路。好，这是第一种，就是他台语叫担起来，担起来，就是他只敢点一下，不敢点太久。垫一下，然后就让另一只脚来承重。是。那第二个就是说，他髋关节有问题的时候，他肌肉力量变少了，所以当他脚在单独撑的时候，他力量没有办法维持，所以身体会晃，他会这样走路，这样走，所以他会身体会倾斜。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他的髋关节已经卡住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往前跨的时候会卡在地上，所以他只好把这个腿往前拉过来这边，哇，他会这样，我觉得应该很严重了吧？对，有的人是这样子，害我想配乐了，对，所以患者走进来的时候，他不用讲，我们就知道他其实髋关节出了问题。那潘医师，你可不可以教我们几个方法？我们现在自己检测一下，到底我们的髋关节有没有问题？那怎么样检测在家里面居家的情况检测我有没有髋关节问题呢？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叫做数字4，哦。 大家躺在床上就有点像翘二郎腿，把你的右脚的脚跟放在左脚的膝盖上，然后试着把你右边的膝盖呢，尽量的往床上去压。有问题的患者通常是只有一边，所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边来做比较。所以假设我的右脚是可以贴到床，然后我换左脚，所以是要比较两脚的高度就不一样。假设你到这边就下不去了，那你就要小心这边的髋关节可能是有问题。就是他的膝盖哈，一边如果能贴床，另外一边不能贴床，不能贴床那边就有问题。那同时他还会那个属膝部会隐约产生疼痛啊，然后那个像我们诊间检查病人的时候，他就会手伸去摸，不要让你压他。他说他会痛，他会有个保护机制，对对了。第二个就是雨刷动作，什么叫雨刷动作呢？就是说。 我们把脚当做雨刷来刷，然后呢，把这个右边呢往这边转，哦，然后把左边的脚呢往右边的膝盖往下压，理论上是可以像我这样压下去的，就是等于两个膝盖都要贴到。那这个姿势主要是测右脚，右边的髋关节，可是你如果换成左边的话呢，假设这样压的时候，发现左边只能卡在这里下不去，左边的脚下不去，就这个脚就会有问题。 OK， 所以其实居家测试就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有些人他说我两边都做得到，就是屁股翘起来。哎，对，屁股不能这样翘起来，这样不算。哦，这都不是屁股要贴着这样翘的，就是他应该是有问题。他用腰来代替髋关节的旋转，所以我们有时候刚刚的数字是我们把它一压，哎，它也是可以哦，但是它骨盆整个翘起来。哦，所以他如果是骨盆没有贴着床，那做起来他说是正常，那其实是。 它是不正常，两边都要做，而且两个动作都要做，一个是往内转，那一个是往外转。像如果是前面的关节组受损往前转的时候，它就会撞击到；然后如果是后面的结构或是它骨头断掉了，你往外转的时候，它骨头会相撞，或是后面的一些骨刺会顶到，它就会产生疼痛。所以这两个测试是。 都做的话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测试。好，潘医师再带我们做一次数字4，告诉大家重点。平躺在床上，如果你要测右脚的话呢，先把左脚伸直，然后把右脚像翘二郎腿一样的把脚跟靠在你的左膝上面。好，轻松。然后呢，轻松的把你的右膝慢慢放下。这个就外转了，哎，这个就外转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它基本上是会贴床的。OK。然后再比较另外一边，像这样。 就大家可以看，像一个数字的4一样，所以非常简单易懂。好，第二个就是雨刷式，雨刷式就是先膝盖这样弯起来，先弯起来，然后把它侧一边，可侧一边一般是这样，对不对？你要把另外一只脚的脚跟，把这个脚膝盖往下压。这个是内转，是不是？对，要记得这个要检查的是右侧的内转，检查的右侧，记得屁股不能先下面，对，屁股不能掀起来啊，理论上是可以像我这样，膝盖会着。 在平面上贴到床铺上，对，然后再换另外一边，两边把它压下。如果发现这边哎，其实怎么压不下去，那就要小心，或者这边属膝或者是屁股会酸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而且比较麻烦的是，这髋关节的痛还不是只在髋关节这个部分，它刚提到了哎，其实会转移会跑，是不是？比如说它是髋关节的问题，就呢他来说他膝盖痛，因为这个地方髋关节哦，关节囊的神经的感觉神经的支配，它的疼痛会牵涉到我们的膝盖去，所以很多人就会来看膝盖，说他走路膝盖会痛，然后呢医生就照膝盖了，然后说哎没有膝盖好啊，然后有些病人来是说哦我的那个臀后面腰会痛，因为髋关节本来可以弯曲，所以他本来往前弯或是工作的时候。 弯腰下去哦，有一部分是髋关节在动。那现在他髋关节不好，他几乎都靠腰在动，所以他会呈现出来是腰部的肌肉不舒服。所以呢，有很多的患者其实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我是髋关节的问题。他一直以为是膝盖，以为是屁股，甚至以为、很多人是觉得是坐骨神经痛。所以呢，我常跟病人讲说，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只是有髋关节跟我没关系，因为大家看覆巢之下无完卵。 烂膝之上无好髋，这是我常跟病人讲。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膝盖会影响到髋关节，髋关节也会影响到膝盖，对不对？那刚才提到的就是教授提到就是说它是诊断的部分，就是说大家常常会忽略髋关节的诊断。可是我更想强调的就是说治疗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膝盖有问题的患者，我想很多人膝盖都有问题，你更要去强化你的髋，去帮助你的膝盖。OK。那相对来讲，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髋关节有问题的人，你要把你的膝盖、你的下背练好。 这样你才能保护你的髋关节。好，所以重点就来了，我们车子都要保养。那你刚刚教我们是检测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保养我们自己这块电动马达，让它不要这么快报销？是。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我们称为大屯山运动。大屯山，跟大屯山有什么关系呢？不是，因为刚才讲说这是一个电动马达，我们要做一种运动去强化我们的肌力，让我们臀部变大。为我们的电动马达注入新动力，我们称为大臀三运动。哎，听感觉很厉害哦，我们好像没有很有兴趣。是吗？臀部又变大，可以？千万不要误会，这是变大，是变翘变凸。哦，可以，要讲重点嘛。那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增强我们的腰大肌的力量。所以我们做的法就是先看看我的右，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右脚踝，先把右脚踝打开来，嗯，然后打开45度，你的髋关节打开45度。 然后往上抬 ，hold 住10秒钟，1、2、3、4、7、8、9，怎么感觉有跳啊？还是跳？这样就可以，就是你可以一次呢，一天可以做大概10次的这样10秒钟就可以了。就训练我们的腰大肌。那现代人因为久坐，所以腰大肌其实没什么力。刚刚潘院长讲的就是我们的腰部有一块肌肉，它会经过骨盆，它会跟 我们的骨盆里面的一个髁肌要合在一起，就变成髁腰肌，会跑到我们的这个转子这边来。所以刚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会拉到那块肌肉，然后还有我们的外面还有臀大肌跟臀中肌都会一起训练到。那刚刚潘院长讲的有一个重点是10秒钟，要记得哦。你会看到跟我们常常跟病人讲完说要做这些复健运动之后，他都是 1秒钟、2秒钟、3秒钟、4秒钟，它就是10秒钟，已经做了10次了。通常大家会做啊这样子，但没有用的。其实要 hold 住，利用这个肌肉，让你的腿当做你的，我们叫重训都要绑一个重的东西，对，就是利用这只腿的重量当做你的训练工具，hold 在那里。所以这样子下去的腰大肌就会强化，我们髋关节的内侧就会变强。哦，好，我现在来示范第二个动作，就是侧躺。侧躺。 侧躺的时候呢，一般我们训练就是这样抬起来，这样其实非常简单。对，那通常抬这样的时候，就是训练刚才教授说的这个臀中肌。可是呢，大家比较有问题的通常是臀小肌，所以呢，臀小肌怎么训练？就是有稍微把腿往后伸展一点点，再来抬起来。所以它很深层，我们平常根本用不到。对，这个动作其实大家已经很少做了，所以一样 hold 住1、2，你不要跳啊，3、4。 5、6、7、8、9、10，我要放下。这个做完，其实屁股的线条会很漂亮哎。是，对啊。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学这大臀三运动哈。其实都还可以做加强版，就是加强版，在脚绑上一条弹力带。哦，还要更 hold 住。是。好，那我教大家最后一个大臀三运动，就是臀大肌。这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就是趴着，然后呢屁股往上，也是要 hold 住10秒钟。哦，这个比较简单。2。 这个我可以慢慢讲，没关系。3、4、5、6、7、8、9、10。大家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有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在用力的不是只有右边的屁股，其实你左边也会在用力。所以它其实训练是双边的，而不是只有单边。对。所以3个运动，就是你刚刚说大臀三是每天都可以做，对了。就是如果你 不但只是为了髋关节的患者，如果你今天的膝盖有问题，你要强化你的髋；你的腰有问题，你也应该强化你的髋。不错耶！所以其实应该全民都一起来做才对。蹦一下，髋关节就这个地方就断掉了。在急诊室会看到他，我就吓到，怎么会这么严重？他只是跌倒哎，结果他复健了半年哦，结果他本来60几岁，现在看起来像80几岁。比较担心的是，很多人喜欢坐得很矮做事情，髋关节会一直保持长时间的压力。我有个阿嬷在那个西螺的那果菜市场，然后她 来开刀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他要可以继续蹲着卖菜。原来啊，髋关节是我们全身最大的骨骼，但是血流只有一条来供应，所以很容易受伤。 重点是有一些大家不经意的动作也会吗？我们现在要请来宾来告诉我们哪一些要小心。来，首先主任，我觉得体重是蛮重要的部分，因为其实我本身也是有这个危险因素的哈。然后我们如果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单脚站的时候，我们的单边的髋关节它是承受3倍到5倍的这个压力。哦。然后呢，在台湾还有一个特色是女生髋关节特别容易髋关节炎。真的。然后有些学者就认为哈， 这个到底什么因素啊？后来呢，我们的厕所几乎都是蹲式的。哦，那有学者去研究，我们蹲下去的时候，髋关节是受力7倍。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体重很重了，然后又像我一样，然后你又担心髋关节有问题，上厕所的时候千万要记得选做事的哈，多花点时间。那家里一定是做事的嘛哈。但是蹲式的比较好上得出来。我有时候就觉得可以挤压比较好上。显然有便秘。像你这么苗条，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像我就不太。体重乘以6也还好。好，接下来江医师是什么呢？很大的因素是骨松啦。其实骨松在台湾已经是个慢性病了，仅次于心血管的疾病啦。如果是停经的妇女哈。 其实大概五个人里面哈，就会有1个人到60岁以上，他就会有骨松的问题了啦。但你知道吗？台湾人就是女性啊，这辈子哈，因为骨松而骨折哦，每5个就会有1个。那但是最常骨折的地方在哪里？其实老人家最常跌倒，大家都撞到这边嘛。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长辈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其实60几岁了嘛，他其实从小到大，他们就是一直在赚钱，一直在赚钱。他后来50几岁就退休了，退休之后就开始。 整天跟她老公在那边打麻将啊，有一天她就打完麻将之后去上个厕所，在厕所就滑倒，蹦一下，髋关节就这个地方就断掉了。哇！对，那时候其实觉得很讶异，想说，因为她撞的不是很大力，怎么会这样子就断掉，觉得很奇怪，因为她在以为只是挫伤而已。就去到我们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她那个脚就变成长短脚，在急诊室我一看到她，我就吓到，怎么会这么严重？她只是跌倒而已，因为她本来打电话还跟我说应该是严重的挫伤而已，后来就整个换髋关节。 结果他复健了半年哦，结果他本来60几岁，现在看起来像80几岁，因为整个那个心肺功能都大受伤了。对，而且不止老人家哎，你有一个病患不是才48岁？对，有一个48岁也是很夸张啊，也是在那个在厨房里面煮菜的时候，可能不晓得地上有油还是什么，也是一个滑倒就撞到，嘣一声。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年轻人才46岁而已，怎么会撞一下脚就变形？照起来也是髋关节整个断掉。对啊，我们那时候觉得非常奇怪嘛。后来当然他没办法，他断掉之后，我们也是只好帮他开刀啊。 就看到时候，我们有跟他讲说，我们测一下骨松的样子好了，到底有没有骨松？才出来他的骨质疏松竟然是-3.8，哇，对，非常夸张，才46岁，对，正常是正-1之间，对。然后重点就是，原来后面才知道他40岁就停经了，那个病人40岁，但是不晓得什么原因，他40岁就停经，他可能是停经的太早，造成他骨松了，都没有注意到自己骨松这个问题。对，因为我刚从雪梨回来，我们去开世界骨松大会，为什么台湾这么重要？是，台湾是世界上哦。 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而产生髋关节骨折的第1名啊。好，那我们的大概统计上大概是每50岁以上哈，每3个女生就会有1个产生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每5个男生里面就会有1个。那刚刚那个江主任有提到，髋关节是影响生活蛮大的，但20%哦，跌倒之后骨折断掉，1年之内20%会死亡。对。 然后有40%的人是需要其他人照顾，也就是说他会需要有一个人专门在家，可能要请看护，或是有一个人要不能工作，所以对生活是影响很大的。而且前一阵子国内才刚发表一篇论文哦，就是髋关节骨折手术后的病人，1年之内得到心血管的疾病的几率竟然增加了28%。天哪！因为这些人都会躺着啊，都不动，对，所以血流就变很慢，非常容易阻塞。对，而且你看才这个1点点的血流，然后髋关节这边又更容易产生坏死等等问题。 好，那潘医师，你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那我想是深蹲哈，刚才王教授也知道，深蹲不是也可以屁股漂亮吗？就是这样子，做深蹲啊。对，深蹲的时候，其实髋关节的压力会比较高，但是今天假设像小抠这样肌力正常的人，其实不用太担心。那哪一类的人特别要注意深蹲的呢？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髋关节是介于上下背跟下膝盖中间的关节。对，所以呢，很多人呢。 腰有问题的人，有的人更多的是膝盖有问题的人，他其实膝盖要蹲的时候，膝盖会不舒服，那怎么办呢？他就会代偿。怎么代偿呢？就是我去折我的髋，去适应我的膝。他蹲下来的时候，这不行的时候，他就只好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蹲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对于髋关节来讲是一个扭转，或者是一个压力更大。反而我觉得这个时候对髋关节的压力会比正常人的髋关节来得高。 那你这边指的深蹲是大家在做的深蹲运动，还是指说像是女生蹲那种日常生活中的那种蹲的很低？好，那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上厕所那几分钟，我觉得不会太大问题。比较担心的是，很多人喜欢坐得很矮做事情，坐个矮凳子，或者坐在地上做事情，这个时候他就。 髋关节会一直保持长时间的压力，这个时候我觉得对髋关节就不太好。就是像亚洲蹲这样就对了。是，我像亚洲蹲，他们都习惯亚洲蹲，那边跟菜啊、种菜啊，就是种菜的，还有卖菜的最常。我有阿嬤在那个西罗的那果菜市场，她是那个大盘商卖蒜头，但她说她都是要蹲着，然后他就后来就是来检查，原来是髋关节已经退化了。然后他来开刀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他要可以继续蹲着卖菜。素卿，你要告诉我们的是，我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髋关节的危机，叫做感染。但因为一般呢、大家都觉得髋关节就是好吧，刚才是青年人跟老年人，对不对？那小朋友会不会中？ 之前有个医生说他是小儿科，他遇到的是一个6岁的小朋友，他是阿嬷带来的，他怎么回事呢？他其实就是一个感冒过后呢，也觉得那感冒也没很严重，可是很奇怪呢，那小朋友就是后来说走路跟阿嬷说走路会痛，那走路会痛呢，带去看医生才发现，哎，其实他呢期间呢不喜欢走路，然后来的时候医生就发现他明显已经有点长短脚的感觉哦。 好，然后一照就发现，原来还有一个那个髋关节那边就已经积液了，就发炎感染了。后来就说，偶尔在这种小朋友的身上，有时候会出现说，你明明虽然是一个感染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细菌就感染了那里。所以感染有时候也会造成我们髋关节发炎的风险之一。所以真的不要觉得小孩子哦，一歪给他揉的是因为一病多，有时候是因为他真的在痛。了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再来，小空呢，我是想要提问题，怀孕，哦，这跟你自己很有关，很有关系，因为其实我还 蛮重视这一个的，就是我觉得，因为你怀完，很多的妈妈都说她怀孕，然后生完 baby 之后呢，髋关节这边会被撑大，对。那我觉得撑大之后呢，我的屁股就变大了。那变大之后有没有办法把我的髋关节再收回来，就恢复它原本那个臀型？因为我其实本身全身上下屁股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如果再变大的话，我觉得那个比例很奇怪，所以我才想说有没有收臀的方法。来，我可以再加问一点吗？就是那有一个朋友，他也是 说她怀孕的时候，后期就是髋关节就很痛。 然后医生说，因为你的小孩踢到你的髋关节那边，可是我发现怀孕后期说髋关节很痛，或走甚至是生产完都觉得走路的时候这里会痛的没有很少哎、欸。来，第一个问题这是小柯问的，所以怀孕的时候是不是会让髋关节变大、屁股变大或容易受伤？第二个是哎、他说会痛哎、欸，因为那个我们怀孕哈、会多了一个 baby 在这边，它会在子宫里面，那子宫会一天一天变大。 那我们的骨盆呢？它是一个硬的结构哈，然后我们前方的这个叫做耻骨联合，它有个韧带在，然后后面我们的髁骨跟我们的肩椎也有个关节，它也有韧带在。那为了要让 baby 一天一天长大，我们的骨盆也要跟着变大，所以它会有分泌一个松弛素，让前面的这个地方就会比较松，它就会张开一点。对对对。然后后面呢，它会比较松一点点。然后接下来就是 baby 也有重量，羊水也会有重量，所以会对我们的腰、对我们的髋都会造成压力。 所以，通常怀孕的妇女不只是髋会痛，她连腰都会痛，最常见的是腰痛。那为什么会腰痛？大概有统计，就是说，如果她怀孕以前就腰有痛，她怀孕之后会更容易痛。那生完之后会恢复吗？还是就，生完之后松弛素它会就不分泌了，它慢慢的这个韧带就不会那么松。但是我们在它要开始恢复正常之前呢？ 在国外有一个实验，就是我们把它绑上一个束缚带哈，然后绑到我们的臀，就让我们的绑住之后呢，它就会把它本来宽宽的就把它压住了。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要绑的时间大概是他们国外的研究是说8周内生完最好就绑了。哦，有啊，其实刚生完小孩的时候，在坐月子那时候都会绑。对，原来是因为这个。他们说这整个圆周就会变小了。 哦，那我要绑，人家绑对，有人绑到，有人很奇怪那种绑，有时候绑到上腹部，对啊，腹压更大，撑更开啊。45、46、47、48、49、50，好，好，小柯来，对，所以小柯的身体是前屈。那第三个就是让你坐着的时候要弯腰去穿袜子，会发现哎奇怪腰下不去，你会觉得啊是腰的问题，发现我的属膝部不舒服。 或者屁股会痛，而不是腰痛，这时候就要小心。我觉得小柯演的好好哦，因为他是真的有问题啊，他是真的。小柯还有一个问题吧，对，你练瑜伽，你都练到有点心惊胆战。对，因为其实我也是瑜伽的爱好者，所以其实我练瑜伽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年半的时间。然后最勤的时候，我每个礼拜至少会做6次以上，6天，然后每一次都会做，就是我的课程会选3堂课，但是因为我很积极的去练 我的瑜伽，然后有一些动作都是开髋的，然后我从一开始做的时候，朋友看到我是没有什么样子的变化。然后我大概做了1年后呢，我的朋友看到我就觉得，哎，奇怪，为什么你现在做瑜伽，你的体态跟你的臀型应该更漂亮？对。但是他发现说，我的臀部这个地方就变得比以前还要宽。 对，然后我就很惊讶，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一些开髋的动作？你是做什么？劈腿？对，就是因为你劈腿需要把脚给张开来，然后有很多的姿势，其实你都是需要张腿的。嗯，然后我就以前就是张完这个，就是有一些动作，不是说要劈吗？然后张吗？但是你张完腿之后呢，他问我说你是不是没有做一个收髋的动作，导致我的这个臀型呢越来越往旁边去。然后他还教我说，那你以后做完你这个开髋的动作，你一定要做收髋，然后。 他跟我讲，2只膝盖一定要放在一起。哎呦，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稍微往前，但是你再做一点伸展，对，再做一点那个压的动作。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即使我现在在做这个动作，我的髋还是没有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样子，是我的动作错了还是？其实因为你长了大臀三了，所以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其实因为你的肌肉变得比较发达，所以不用太担心是髋关节变大，没有这个。哦，所以以小扣来讲，它并不是所谓髋关节变大的问题，肌肉只是肌肉变结实，应该是说它更紧实、更好了。嗯，这样其实是好事。是这里吗？嗯，对。 那就是臀中肌，哇，很美丽的线条，是吗？可是刚刚小扣做的那个动作，是不是真的？如果大家做一些劈腿、开髋的动作之后要收啊，其实是对的。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因为髋关节在做瑜伽的时候，常常会希望你比较大量的伸展，所以我就会对。对于韧带来讲，有时候是过度的伸展，就是会尽量的压，就尽量的开，然后因为希望自己可以。 劈下去嘛，对，然后收髋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膝盖叠膝盖这样子，对，就像我们运动一样，就是热完身之后，最后要冷下来，那冷下来的时候会有一些收操的动作，我想这个对身体是不错的。对，就在美国运动医学也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做这个运动，因为运动是分热身运动，也就是所谓动态伸展，然后中间有有氧啊或是负重运动，接下来最后就要做缓和运动，他们叫做静态的伸展，也就是你这个就是静态的伸展，把一个。 肌肉已经充满很多肌肉的这个血液的肌肉，让它可以借由静态的伸展，让血液可以流回到我们的中心来。是，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在做收髋的话，有一只像我刚刚的右腿放在上面的时候可以比较正，但是当我把左腿放上来的时候，发现它比较不能到中间，是因为我这边的肌肉比较发达，还是我髋部有问题？有可能2种都可能，所以这要做临床上的鉴别。哦。 刚小扣的疑问说，这到底是肌肉的问题，还是说我们的大转子有问题？其实有一个检测可以知道，哎，对对，其实很简单，就在家里放个白纸，是，好，我们请小扣踩上去，对对对，好，请你闭上眼睛，闭上眼睛，然后开始原地踏步，好，开始1下、2下、3下、4下、5下、6下，通常我们会建议你踩50步。 11、12、13、14、15，眼睛要闭着哦。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我好想跳，11、12、13、14、15、16、17、18、19、20。好，好，小扣，来，对对对对，对，所以小扣的这里是前屈，而且他对他来讲，因为他讲他左边的肌肉。 稍微强一点哦，对，所以它会往左边走，它会往左前方，对。哦，正常的话，如果是这样，你闭上眼睛，如果在这边的话，大概就是身体是前屈的，是前屈的。如果是这样，有些人是后，有些人他走路的时候很喜欢这样子，那个肋骨贴在前面，对，他就有点看那个后面就会加强，后面就因为要平衡嘛，你就好像刚刚潘医师讲的会借力嘛，你前面凸，后面就要这样鼓起来，你就会变这样。啊，有时候左边练得比较好的，他就会。 靠到左边来，看像小扣刚才直接跑到这边来，也太前面了。他是往前又往左，你有吓一跳。对啊，我有吓一跳。所以回去请你的瑜伽老师多练习你的右边，哎，你的身体不要再往前屈，要往后面再倒一点点。好，对，好。所以观众朋友，你在家里头就可以用一张纸，哎，就是知道自己的骨盆正不正，对，画一个格子啦，或什么，让你可以做这样子50步，然后闭着眼睛踩，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体的骨盆到底有没有斜掉，有没有歪掉，有没有歪掉。对，很简单。 所以真的不要以为你的髋关节没事哦，做一下检测马上就知道了。或者是呢，髋关节退化在生活当中还会有一些警讯出来。大家可以看这个荧幕哈，就是说有几个髋关节常有问题的症状，你会觉得说不是髋关节，但事实上呢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你睡觉，大家可以看小扣来示范。第一个就是说你睡觉翻身的时候，忽然觉得屁股觉得会酸酸痛痛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当你要从站变成坐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坐很久，或者是坐的时候呢，屁股会觉得很痛。哦，坐一坐就觉得很坐立难安的感觉。那第三个就是让你坐的时候要弯腰去穿袜子，或者呢要剪脚趾甲的时候呢，会发现奇怪腰下不去，你会觉得啊是腰的问题。可是呢有些人在穿袜子剪指甲的时候，发现我的属膝部不舒服，或者屁股会痛，而不是腰痛。 这时候就要小心。我觉得小柯演的好好哦，所以他是真的有问题啊，他是真的有问题，他不是有演的。穿袜子、剪脚趾甲都可以知道说自己有没有问题，就是身体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前屈，所以髋关节我屈有困难。好，再就是说，有的人是没有办法翘二郎腿，有的人没办法盘腿，还有人就是说，我现在有很多休旅车比较高，好，这时候你要跨上休旅车跨不上去。 就卡住了。你这个动作还蛮好笑，你帮我们盘腿一下，你应该没问题啦。我盘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盘腿有好多种盘腿，所以一个是 O 型的盘，这是 O 型的盘。这个是一个是另外一个。对啊，还有的是把脚这样。另外叫做 M 型的盘，更难。对，有一种 M 型的盘就是更难，就是我刚才讲像或者像 W 型的，这样子，就像我刚才像雨刷这样子。这样子盘吗？这样子的。啊，对，这样坐下来，对，这样子盘。 这种有人这样也不能这样子做，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也是髋关节卡住的问题，就是觉得除了动作受限之外，随着这个动作产生的疼痛也是非常重要的征兆。那再来就是说，有人会产生弹响髋，那也是髋关节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咔啦咔啦，表示韧带可能是松的，或者是肌肉有问题，它变成说没有办法维持它的稳定度。那它是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会有咔啦咔啦的声音吗？走路就会咔啦咔啦，走路就会了。 OK， 好，那王主任，你那边还遇过一个例子是天生的。我刚好在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个三姐妹，三姐妹其实分不太出来年纪啊，看起来都差不多，因为她非常爱跳舞，看起来身材都很好。然后就有大姐来的时候就是走路哈，走起来是一边高一边低哈，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帮她安排 X 光的检查，才发觉她的下肢的。 髋关节跟膝关节已经坏了3个，然后他的骨盆就会有倾斜，会歪，所以我们后来就，他因为非常喜欢跳舞，他希望可以跟他先生一起跳舞，那然后可以他先生可以抱着他一起跳，不用他先生不用换舞伴因为髋关节不舒服所以有时候跳一跳他必须要换舞伴，让他需要来休息。那我们就帮他安排了手术他大概3个月之内，左髋、左膝跟右髋都换了。 然后前几天他的二妹也来找我看，她主要是因为她髋关节也有问题，然后她就放了一段影片给我看，说哎，原来她已经可以开始跳标准舞了，看起来就非常的好。这个三姐妹她看起来比较是像髋臼的发育不良的成年之后的后遗症哦。那我们小朋友在小时候抱的时候，最好是像阿嬷那种抱法那这种抱法的话，就是说像他背在后面，他2只脚是开开的。那如果我们前抱的话，也是2只脚开开的。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抱，可以去搜寻凯特王妃因为英国的凯特王妃，她抱小孩，她一出生抱出来之后是抱斜斜，2只脚闭着，然后英国的小儿科骨科医师就写信给他说：“你身为一国的表率抱小孩要有正确的抱法，然后就是规定的抱法，就是他2只脚开着，要他可以趴在妈妈的身上，然后腰髋关节是张开的，就像我们以前阿嬷去田里面工作，把小孩背在我们的背后一样。所以是要让小朋友腿张开，这样比较好。腿张开大概45到60度，然后不能够过度弯曲，这样子是最好的。” 然后最好是背小孩的背带是最好是下面有个坐垫，他一坐上去2只脚都自然开的。好，不管怎么样，髋关节有问题，不管先天或者后天的，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些自我的检测方式，觉得有问题赶快去找医师治疗。现在有太多方式可以治疗啦，吃药啊、打针啊、开刀等等，都有很多的治疗方式，所以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不用这么的辛苦了。健康2.0，我们下次见喽，拜拜。